Hello，大家好，我是 DJ 阿周。我一直很好奇，外国的老朋友到台湾呢，圣诞节是怎么过？那我也很好奇，所以说今天这一集就是为各位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外国老公朋友在台南市的这些老公朋友，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是在哪边度过的？那今天是12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就是圣诞夜，今天也是礼拜天，那我接下来的影片就为各位做介绍。整个圣诞节的气氛由他们去布置，布置出来的感觉就像这样。你所看到的整个情景大概都是用一些不要的包装素材还有一些竹子去搭设出来的，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利用一些材料，用环保的方式搭建出目前所看的这个情景。从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你不难看出大部分都是我们那个在工厂里面一些包装原物料的一个包装素材，他们把它拆开之后加上竹子去编搭之后搭起，那正面看是看不出它是利用这些材料做环保的方式在做呈现。我们相信他们的头脑都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厉害。这边就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奇美那边的一些应该是树脂之类的一些包装品的材料，那直接就把它废物利用的感觉就呈现出今年圣诞节在持有高峰里面的一个圣诞造型。目前影片中的这一部分就是他们还没有开始要办活动，那这个地点是在母幼天主堂里面的一外面的一个小广场，中午会在这边开始办活动。11点左右，他们陆续都到达这天主堂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中，就是我在现场所拍照的一些东西。最后所介绍的是他们今天活动重头戏，就是他们实际在户外的广场。听他们的广播，似乎都大家都很开心。
在一起关系。哎，稍等。好的，今天影片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这是我所认知的在台南市的外籍劳工朋友他们在过圣诞节的一个情形。如果你喜欢的影片，麻烦你帮我按个赞，同时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我的频道。有你的订阅，你的支持，我才有继续拍影片的动力。预祝各位今天圣诞节